와, 사람이 진짜 없다. 요즘 배경 괜찮아요, 지금? 大家好，我叫陈胜宽，也可以叫我阿宽。今天我来到人寺洞，那我们一边走一边聊。 以前来这里人真的很多，现在人都没了。你看一下，看一下这里，外国人来到韩国，不知道该买什么东西，那就买这些也可以。一看就是韩国的东西嘛，韩国的一个传统纪念品。哦，这就是那种美术馆，里面看到有很多作品，能看得到吗？不过现在来到这里，主要要拍的是人寺洞里面的餐厅，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家。 Hello， 那我们去吃饭喽。好冷啊，冻死了。就是这样的一个小胡同里面进去的话，也能看得到很多餐厅。就是在外边的话，一般都卖纪念品；里面进来的话，基本上都是餐厅，还有茶馆。你看这边全部都是餐厅嘛，那种韩定食，还有那种大酱汤啊、泡菜汤啊，那种韩国的传统料理。到了，能看得到吗？ 三次连续选择米其林指南。你知道在中国怎么点菜吗？不知道，中国不是服务员这样吗？韩国怎么点菜？ 저기요. 네. 아, 최양. 보자기 비빔밥 하나하고 제육덮밥 세트 들어주세요. 这里名字叫锅巴贝 피다. 这个怎么翻译呢？花饭上面开了。 来到这个人寺洞，能看得到很多这种餐厅。不过这家呢，比别的餐厅比起来稍微贵一点，有机农食品，全部都是那种无农药的，所以呢比较健康一点。拌饭本来是健康的东西，然后这家呢还更健康的。来，我吃过很多次拌饭，但是没吃过这么贵的拌饭，应该有价值吧？好吃，大家可以过来吃；不好吃，大家不用过来这边吃。 这个南瓜粥，我小的时候我的奶奶经常给我做这个南瓜粥，嗯，很香，嗯，好吃好吃，还不错。那我再吃一下这个沙拉，这什么味道？好吃就行了。嗯，不好意思，好吃，嗯，很特别。 很像，有酸酸的味道，但是不是那么酸。감사합니다。哦，也不对，不对。다나온거죠？哦，감사합니다。啊，对了，我还没给大家介绍，对于我们的频道，我曾经在韩国当过导游，就是外国人来到韩国，我就带他们来韩国走走的那种职业，所以我要给大家介绍韩国的各种观光地，还有这样的饮食文化等等。后来这个特殊情况结束了之后，我希望多的外国人来到韩国。 所以大家多看一下我的视频，订阅、点赞。哦， 여기 안에 뭐가 있는 거예요? 얘는 8개까지 유기농 야채 나물들하고 현미를 같이 섞어서 지금밥이 들어가 있어요. 네, 감사합니다. 就是这个拌饭里面呢，就有各种蔬菜，还有鸡蛋，而这边放香油。他们说这个也是有机农，还有这个辣椒酱，应该多放点吧。 拌饭就是拌是什么意思？섞다，饭是什么？就是밥的意思。所以呢，把饭我们拌一下，这是一个很传统的，也是一个很健康的韩国的饮食。我从来没吃过花，嗯，还可以，不是很好吃，还可以，但是我觉得量不多，根本不多。那我吃一下味道怎么样？ 好吃是好吃，但是嗯，没有那么特别的味道，就是比较好吃的拌饭，不是说吃了哦跟别的拌饭很不一样，没有这样的感觉。但是不一样的是看起来很美，还有这边的环境很不错，我觉得味道比较新鲜。因为有一些拌饭店去的话，蔬菜的样子就是一看就是不是新鲜的那种蔬菜，所有的方面要是综合起来的话还不错的。 我来品尝一下这个好不好吃？嗯，味道就刚刚好。
有些家的这个제육볶음呢，味道太刺激了，特别辣或者特别咸、特别甜那种。但是这家的제육덮밥，哦，真的味道刚刚好。嗯，我最爱吃的那种。还有，我觉得沙拉酱是一个万能的，这个酱跟这个全部都一起拌，味道就更好吃了。 还有这里有这样的两种小菜，韩国的小菜呢可以加，加的都是免费。好，吃饱了，大家都看一下，全部都吃光了，味道还不错。但是我觉得量来说的话，没有那么多。比如说两个男生来的话，可能会吃不饱。嗯，我现在也是不是吃的很饱，大概80%左右吧。今天来到这里主要是拌饭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更好吃。 因为呢，味道没有那么刺激，还有最好吃其实是这个第一个出来的沙拉酱，这个真的很好吃。这个餐厅的感觉就是比较高级的那种感觉，所以大家呢要是来到韩国，来到这个仁寺洞，可以来这边品尝一下韩国的特色的拌饭。那今天呢我说到这里了，下次我们再见。大家都知道订阅、点赞，谢谢，拜拜。